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侪侪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0800-799-77138，现场电话0800-799-77138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活动树林定听的电话0800-799-77138。来，咱继续来看政治新闻哈。这个卢秀莲要爱这个蔡英文落台哈。新富容易在说啦，啊，火气哦，有较大一淡薄啦，哦，无必要啦。这是卢秀莲叫蔡英文落台，问题就是讲，郭文铁那是选了失败啊。卢秀莲讲你蔡英文你要落台，啊，新富容易在说啊，卢秀莲火气伤过大啦，吼，无必要啦。来，咱来看看内容吼。这是新达卡台北报道吼。台大医生郭文铁将要代表绿营参选到台北市长，引发到这个前副总统啊卢秀莲的这个不满啊，并批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松款。这个绿党啊，吼，我以前讲绿党哦，其实爱翻作绿党，体绿的绿嘛，吼，绿党。同款对郭文铁不满的，就是这个新富荣今日十八日表示的，卢秀莲谈话真犀利哦，
伊个即个道理，我大部分拢赞同啊。但是吼、哦，要爱即个小英落台负责，火气吼、哦、有较大淡薄啊啦，无必要啦。那么，六爷在亚政合民调顶礼拜已经出炉，那是无意外，将伫个今日民进党中常会后会来宣布，代表六爷啊，甲哪爷连胜文角逐到即个台北市长。但是郭文铁伊个即个参选引发到即个卢秀莲反对啊，甲批评。表示绿营将胜选希望寄伫个无党籍的即个郭文铁身上，如此决策，伊的即个蔡英文主席啊，是双权即个绿党啊，吼、哦，伊批评，若郭的败选，蔡英文就必须要落台负责。同款，因为不满郭文铁而自行宣布参选的这个新富勇啊，今日第一讲卢秀莲的这个讲话吼，真犀利吼，伊道理我大部分拢赞同呢，但是要爱小英落台这个代志吼来负责，火气吼受较大一点啊，安尼啦。实在是无必要啦，吼、哦！我这个心的吼，哎，认为讲无什么必要安尼啦。那么新富勇向朝野在发话了，无论在野也好啦，国民党也好啦，吼、哦，卖动不动就叫人落台了，啊！伊认为讲叫人落台是一种无负责的这个讲法啦。未必需要啦，吼、哦！伊伫咧讲啦，卢秀莲讲的这个道理吼、哦，甲学者林向凯所顶的这个广告吼，或者真侪人心中伫咧想的吼、哦，那么拢是知影这这个道理，拢是一致的啦，吼、哦！所以吼、哦，卢诶，吼、哦，你茫受气啦。虽然讲吼、哦，你真不满你，因为你。在你民进党内面，对唔对？啊，你的这个算讲民调啊，拢输别人舔舔你。啊，当然，你这个怨气啊，当然都啊，无处通好发你。啊，所以阵安尼啊，就叫恁党主席讲，那是选败哦。啊，这个郭文婷啊，选败。啊！你这个主席吼、哦，你爱负责落台安尼啦，哈、哦。佮说了，女的嘛有讲你，哎、欸，那看你伫咧政见的时阵，啊，伊个孙阿娘对咱民进党的这个立场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有出力无？吼、哦，那安尼先，嗯，我要宣告要参选咯，啊，那看你个孙阿感觉怪怪啊，对唔对啦，啊？啊，到安尼，我就要参选啊！吼、哦，进前人阿黄毛报道过啊，吼、哦，咱大家拢知影才对啦，吼、哦。好啦，到这就甲结束，期待就会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黄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Let me see.